这里有一排房子，房子里住着不同的小动物。房子的门打开了，走出来了一只小猴子。猴子 monkey， 猴子 monkey。不同颜色的大卡车正在倒车，卡车要把住在房子里的小动物们接回家。猴子在指挥这些小动物。最先走出来的是几只小狗 ，go dog。小狗们要穿过前面这个魔法泉水，经过魔法泉水后，几只可爱的小狗变成了凶猛的猎豹，猎豹 cheetah。猎豹快速走进了红色的卡车上，他们要回家去了。红色 red。卡车带着猎豹开走了。哇，第二的房子里是几只小老鼠，彩色的小老鼠真好看。小老鼠们穿过魔法泉水，变成了大猩猩。大猩猩带着后面的几只彩虹猩猩走向卡车。大猩猩 gorilla。几只大猩猩依次走上了蓝色卡车。蓝色 blue。卡车关上门，带着几只大猩猩回家了。第三个房子里住的是小兔子。几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走出来，太可爱了。兔子 rabbit。小兔子们走进了粉色的魔法泉水里，出来后他们都变成了大象。大象带着几只彩虹小象慢慢地朝卡车走去。大象 elephant。 大象们走进了粉色的卡车上，粉色 pink。 卡车开走了。这间房子里是几只鹅，鹅 goose。 大白鹅带着四只彩虹鹅慢慢地走向魔法泉水，他们走进绿色的魔法泉水，变成了不同颜色的马。马 horse。 几匹马排着队要上车了，他们走进了绿色的卡车上，绿色 green。 关上车门，卡车启动了，带着马儿回家了。第五间房子里住的是几只羊，羊 sheep。几只不同颜色的小羊排着队，来到了紫色的魔法泉水旁边。他们依次走进了魔法泉水，这几只羊变成了几头奶牛，奶牛 cow。 大奶牛带着几头彩虹小奶牛依次走进了卡车上，紫色 purple。 卡车关上了门，带着奶牛们回家去了。最后一间房子里走出来几头可爱的小猪，猪 pig。 几头小猪哼哧哼哧地叫着，太有趣了。小猪走进了黄色的魔法泉水，会变成什么动物呢？它们变成了鳄鱼，鳄鱼 crocodile。 大鳄鱼带着小鳄鱼慢慢地爬着，它们爬到了黄色的卡车上，关上车门，卡车要开走了。太棒了，快给动物们点个赞吧。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